我真的感觉好委屈啊。可流行的套子甩不掉，哦，真的超级委屈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啊，我真的超级烦，就感觉就很烦。远志伟反贼刘启感觉不是很合适啊，请你不要停止我的，选刘启吧，问华佗。我还有皮肤美滋滋，哎呦，我把刷朋克操金属，朋克都是娘娘腔，那么你们到底想怎样？天王盖地虎，朋克操金属，把我打死了才能打，凭什么呀？他那边一个伤势完了以后，一张过拆，一张九杀，凭什么不杀主人你来杀我？你杀死我那间你能赢吗？对啊，反杀个 A 收全场不可以吗？看一下鲁肃的身份吧，我武器刷没了，就第一局的时候老是手残，我觉得就可以进卡，知道吗？我觉得不进卡的话就不好玩。桃子伤势出来的兄弟，文艺青年你这么屌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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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零二四你知道吗？大盖尔的旗帜你知道吗？刘备华佗，我的妈耶，七肉死个鲁肃。刘备华佗怎么打？这正好是狗啊。励志和好妹妹你知道吗？尿路感染你知道吗？西之才不会是利用一个忠臣吧？这没跳身份就这么干他，不好吧兄弟。我的妈耶，我谢了左慈，多半忠臣，打个屁。刘备西之才华佗拿头打。拿头打，我真帅，我怎么这么好看？哪里有反抗，哪里就有压迫，不能播又算什么？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好看？我为什么？
到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那么样的一个睿智问题，是因为为什么不请囊主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想到不发兵器，不发，发兵器啦！要起飞了似的，我估计孙二娘要给我一刀了。消灭西之才偏那个哈，估计这个是个忠臣。虽然像魏延，这是个法，没给摸牌。库图已经暴露了。拆我，拆我判断我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杀魏延呀？魏延不是偏中吗？昔日财库都估计扶得住哈。为什么不去他拆一个明法呢？郭楚啊，我有可能做城内的呀，这个降免。哦，刘启太像内了，主要是。他吸不到我的血，他只趴了一下。拆了谁呀？他细致拆，刚才拆了谁？你看了没？快丢啊！这样的奖品吧，估计猜的哈。
对，王一是一个白班主，你不碰他就行。但新王一相较之于老王一来讲的话，已经不算白班了。前置位已经找三反了，郭嘉大概率是个内，就华佗可以动了。这灵童好丑，哪里丑了？是内奸的打法吗？这个肯定不给收的哈，我这个位置的灵童怎么可能去给一个华佗收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就算是跳反我也不可能给他收的，多正常的事情。我的明反身份是跳出来了，华佗绝对不可能收我，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三国杀真的是我快乐的源泉。我没看片，谁告诉你们我看片了？超级生气。现在好了吗？现在可以了吧？哎，我先去上个厕所，你们去先去刷新一下。
跳舞很好玩吗？这房间有毒吧？还是哪式的呢？其实我那间空的还可以的哈。进卡去。你爱我，你不爱我，你不爱我，谁会爱我？啊，这个蒋维有点克我哎。十六杯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就是龙怒。失去一点摸一张牌，手和上无距离限制，减一体力，上先并摸一张牌，然后不会继续为雷杀器物次数限制。你始终属于横置状态，以横置的角色手牌，以横置的角色手牌上限加一，那就球榜咯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桃源结义，赢一世之交。求求你也绑一绑我吧。可不可以绑一绑我？刘胜加速送爹上天。我也想在天色上。这女的好烦呀，真的是一点也没有我温柔。她真超烦，你再说话给你加黑名。老子算了，要温柔。我记得我关了的。这是谁上我号了以后没有那个啥的吧？无懈可击谁打的呀？哇，这渲染怎么就知道这是个忠臣呢？我就看不出来，我只看得出来我自己是内了。其实我觉得谁吕布还挺像内的。只有忠心，没有谋略，那是不够的。嘲笑谁是美羊尾，没了你才好相配。盼离声清脆，帷幕间灯火幽微，我和你最天生一对。刘禅的主攻技也没什么太大的那个啥呀，我发出了奇怪的声音，发出了什么奇怪的声音啊？算了，我不想要铁锁了，我不想要铁锁，不想要铁锁。让我眼角珠泪，悲喜为谁？他们迂回，为什么不九杀关一下徐晃的？
换一下徐晃的乐。红尘似水，三尺红台，万事如歌吹。我刚刚不是在唱歌吗？愿谁记得谁最好的年岁。是啊，你左慈空不死啊，我感觉这一波主周方一个桃子都不可都不一个桃子都没有都不可能，就仲瑶有一张明桃的，左慈急火刷花生了，并且人家有纵选可以摸牌的。魏汝此子显随我一员大将，为什么不吃人王盾呀？哇，这个钟瑶怕不是个睿智吧，兄弟？为什么不吃人王盾呀？这人是在做梦吗？人王盾你给左慈，左慈也是能回血的呀，兄弟。这在打什么虾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哇，这个借口我喜欢。这个借口我喜欢。这个借口我喜欢。承君恩宠。
个忠臣是左慈。孤注一掷，也要殊死一搏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我封锁已经无路可退了。出了个桃，磕了。这一手就看我的吧，这一手就看我的吧，也帮我。这一手就看我的吧，嫂。啊，爽！我的也是你的愿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忘我一夜不流泪。所有真情真人，他遇到风吹。马良好啰嗦，还好嘞。一杀一离剑，觉醒了。换我一生不伤悲，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结果流泪。这是个内奸打法呀。这是个内奸打法，不送觉醒，不送觉醒绝对就是个内奸打法了。身不由己在天边，才明白爱恨情仇，最伤最痛是后悔。如果你不曾心碎，你已不会懂得我伤悲。乐不思蜀，当我眼中有泪，别问我是为谁，就让我忘了这一切。啊哈，给我一杯这样的吗？忘我一夜不流泪。所有真情真意，人才遇到。哇，我打错了呀，我的天哪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结果流泪。啊哈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。所有真情真意，任他雨打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。啊哈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哇，我目瞪口呆。不会看见我。坚壁清野，以挫敌锐。哇，啊，兄弟，我这不会打了呀。这孙策送不觉醒了呀，没有桃子。精挑细选，方能成百年之计。孤注一掷，也要殊死一搏。杀！我杀！闪！这个觉醒不了的，后置位左慈这边是有一个明的离间的。这一手，就看我的吧。马良和左慈的联动，我不敢送觉醒哈，因为主中方没有明的控桃。
我就有打的有点懵吧，我顺手牵引，无懈可击。拿些上好的木料来，快点跟个视频，更视频干了，没有视频更。吾乃天命之子，我估计主公凉了。像是一场告别，当我们走过了这条街，迎风你的侧脸，冷得如此绝美，白色情人节。你说的永远怎么，曹仁没有教这张无懈可击。转眼幻灭，爱是一场浩劫毁灭，精挑细选方能成百年之计，破碎的满城玫瑰，别人笑。对，曹仁是内提醒我跳出来了的。而去年我们也坚守，关师傅拆不了呀，怎么办？二月的雪下整夜，伤心人不睡，我一个人的冬天，情歌唱得多狼狈。二月的雪在窗前模糊了视线，眼泪落下的瞬间，我等看好了。关师傅要拆呀，关师傅不拆的话孙策死了。所向披靡，进退自如。他有桃子吗？这边一张关石呢，兄弟。对，一回没出桃子，估计孙策要凉，前置位桃子磕太多了，孙策不一定有桃子的。爱是一场浩劫，毁灭了我最初的世界，破碎的这边名冠石，我估计要凉。提醒我伤悲，而去年我们也牵手一对，二月的雪下整夜，怪师傅没法拆。我一个人的冬天，情歌唱得多狼狈，他那件才不会管你主公死活呢。在窗前模糊了视线，眼泪落下的瞬间，我很想念。好啦，朋友们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。